OK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一念，欢迎来到本期的这个一念写真日记啦。然后这次呢，我还是来到了金华的这家拍压的高空自拍写真馆啦，因为这边有特别多的场景嘛，所以我上次一次大概只拍了三四个场景，并没有拍完。然后我今天会过来再拍一拍其他的这些场景，搭配模特的不同的衣服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出镜的模特小姐姐呢，是我们的娜娜啦，然后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。Hello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拍摄吧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喽，大家多多点赞评论哦。另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拍压高空换装自拍馆拍照打卡哦。下期再见吧。